对家人。啊！大小姐来啦！为什么是这个装扮？为什么你是？你猜我为什么是这个装扮呢？你是我的雪精灵。行了，我们先直接走流程。雪宝，那我先读信啦。你别哭啊！你瞧不起我。two 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妹妹朱琳，首先祝你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再恭喜你生日公演圆满完成了。去年没去年没能参加你的第一次生日公演，真的很可惜。因为其实知道你真的很重视像生日公演、生日会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因为这样，你会带着狗狗玩偶代替我参加你的生日会，你会在2周年的时候别着我的徽章登台，你也会为了拍我们三个人的写真而替我改签机票，也曾经好几次你把在舞台后侧的我拉到你的身边去跟我说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你的肯定和鼓励，我现在已经不再怀疑自己了，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做你的朋友真的好幸福。生活方面呢就不说了嘛，10句话我们8句都在拌嘴，但是真的很庆幸能和你成为最最最最重要的朋友，比你上次说的要多一个嘴。今年呢不想再让你的生日公演留下不能同台的遗憾，所以我就化身可爱的雪精灵和你同台了。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答应我帮我一起瞒着你。我想说朱琳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又专业的偶像，虽然可能因为长得太漂亮容易让人误会是不努力的类型，但其实不管在哪个方面你真的真的都在很用心很努力的去对待，你会为了粉丝去挑战自己不太可能自己可能不太喜欢的双马尾，虽然我也觉得很可爱很爱看哈，你也会为了有更好的状态花上几个小时去护肤，还会每晚贴上不能说话的封嘴贴。其实要坚持做到这些真的还是很困难的，你虽然年纪还算比较小，但说话做事比较小，但说话做事又非常的可靠，无论是作为偶像还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做好，在学校和上海两头跑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非常满意的结果，对你的粉丝来说喜欢你一定是一件非常安心的事情，但你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妹妹了，会毒舌会耍赖，生气就是生气开心就是开心，生活中也总是一副明朗的样子，明明是这么一副不真实的漂亮外表，但性格又这么直率真实，和你成为朋友绝对会是我偶像生涯甚至生活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虽然大概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因为很多事情很多原因总是不在一起，但也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分离让我们的关系好像更亲密了，我也是阿姨认证的大幺儿了，那我们也算是家人了吧，之后的时间我们也要互相陪伴一起去到更多的地方，我会努力追上的，希望 Kila Kila 的朱琳在新的一岁会变得更加更加耀眼，让人不关注到都不行。 Over。 耶，对呀，你不留下，我一开始就是热泪盈眶了，但是后来我流鼻涕没流泪。你去拿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这个电话。你好有设计啊！喂。啊，好好好，那你自己跟他说吧，好好好，你跟他说吧，好，来吧。好，我是吴安琪，还认得出我来吧？耶、yeah, ，我说点什么吧。朱琳生日快乐！ Yeah. 其实本来今年我们差一点点又不能一起同台了，不知道为什么是缘分还是有一些奇怪的引力把我们推开。昨天突然回来了。昨天突然回来了，真的是就差一天我就不能回来。亲口送上这句生日祝福了，就还是缘分到了，就大家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吸引力在的，吸引力在的，很开心。
今天能到这里来，是的，然后祝朱琳生日快乐，然后也很感谢这一段时间朱琳一直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其实我这段时间自己外出务工我还挺害怕的，我心里一开始蛮没底的，然后一直有在问朱琳一些事情，然后她也一直有帮我很多，然后有失落难过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们两个，然后大家一起笑笑聊聊，但是我们两个老是接不到他的电话。对的，我每次打电话他们都不接，然后他们再反打给我我又接不到，就是这种奇怪的势力吧。但还好最终你不是还有一句话想说吗？就是刚刚你在后台跟我说的啊，其实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朱琳跟我说她实在是受不了卫星。为什么？因为你在后面就是跟钟天琪就是有那种行为啊，就是我主要他每天对我说谁懂，我真的他们在到时候我们会两个一起谁懂的，他们在练京剧哦，我来我跟小叶学习一下啊，能受得了吗？他说他受不了，他一个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些，所以特意把我喊回来了，就是这样。谁懂？我还拍了视频呢。而且这个人刚刚那个老师遇到我说，刚刚看到有一个人跟你穿着一样的衣服在走廊里唱我是一个兵。哎呀，不要说了，朱琳生日快乐。谢谢朱琳生日快乐，耶、yeah, 我们终于团聚了，耶、yeah!生日没有遗憾啦，而且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同台过生日哦，居然是三年了，没事，今天实现了，对对对 对，不会有遗憾了，对，然后我们走下一个流程，我们走下一个流程吧，就大家合影，下一个流程合影，大家一起合张影，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 Say something， 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如果不说的话，我会遗憾的。今天有一句话，一句。对，我在后面询问他，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今天的念白没有朱琳的话完全就是不圆满的，我好像已经喜欢上朱琳了呢、yeah! 没有，我当时有跟小叶说，谢谢，小叶应该说朱琳你已经逃不开我了，对，他逃不开我了，已经他要跟我黏在一起，说感受，谢谢。他还在后台询问我，他说你刚刚心情病毒为什么不念给我念白，我就说我暗暗期待，然后他就给我补上了，很开心。对对，其实对的对的，刚刚我一直在头脑风暴来着，但是就是那个节点有点错过了，我的脑子没有跟上，但是今天不说的话一定我会感觉遗憾的，所以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所以让我们先请蛋糕酱上后台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合个影嘛，好不好？一起来合个影嘛。你为什么不穿这个呢？因为我跳舞了呀。他也可以跳啊。然后我们先把蛋糕酱请下去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先一起合个影。我能合影吗？当然 ，Come on！ 快来快来。你可以，你就站这儿。